好，我们来求这个子，这个怎么求哈？这个的话哈，我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，k 等于3到18 k 加2然后乘以 k 加1好，啊，因为这里只有 k 平方嘛，所以我要减掉的话呢，三倍的 k 加1把这3k 消掉了，不过这里的常数2嘛，这里减掉3，所以多减了1了，要加1加回来，那多少呢 ？ck 取3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看看哈，第一项，第一项的话哈，可以合并起来，这个东西的话 ，k 等于3到18 k 加2k 加一 ，ck 取3，那这个东西哈，我可以哈，把它呢除以4，或者除以5，这个可以合并，然后除完以后的话哈，再给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20，那这个可以合并起来，合并成多少 ？ck 加一取4。哦，因为这个可以降阶嘛，降阶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是 k 加一除以4乘以 ck 取3，哦，这个合并以后等于这个，然后这个再跟这个合并以后的话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 ck 加2取5，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等于这个，等于这个了。好，然后呢再减掉多少呢？减掉啊，这是3倍抽出来。k 等于3啊，等于3分之3到18，那是 k 加1嘛，然后这个是 ck 取3，所以我现在把它除以4，除以4以后哈，我要再乘以4乘回来，那再呢加上多少呢 ？k 等于3到18 c k 取3。好，那我们看到第一项啊，第一项就是20嘛哈 ，k 等于3到18，然后 c 多少呢？这是5取 k 加2，我加2，啊，减掉多少呢？减掉呢，这个是3。三是十二哈，12西格玛 k 等于3到18，这啊这个是等于 c k 加一取4，好啊加后面这个加上呢，那这个东西哈我们可以带公式啊，这个的这个是等于 c。哦 ，k 从3到18嘛，这 n 加一，18加一，啊取3加一，3加一，啊这个东西的话哈，这个东西的话，我变换变数嘛，我令 k 加2嘛是等于 k prime， 所以这个的话，这个是 k prime 从5到多少呢？加2 20，这 c k prime 呢取5。你看哦，当你那个 k 等于3的时候的话 ，k 加2等于5啊，这个就从5开始了。当你的 k 等于18的话 ，k 加2等于多少？就等于20，哦，就这个。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就等于那个 c， 20加1 21嘛， 5加1 6。啊，这个呢？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 k 从4哦。到那个19了，这 c， k prime 好了 ，k prime 哈，啊取4，这个多少？这是 c 20哈，取多少呢？取5了。好，那所以最后的答案怎么说？最后答案是等于20哈，乘以多少？乘以 c 21取6，减掉多少呢？12乘以多少呢？
C20 取5，再加 C19 取4。好，那把它算一下，20乘以多少呢？21啊，取这个取6，减掉呢12，乘以20，27，再加19，啊取4，等于903108，903108。903108，这个就最后的答案。